ERA 早前推出新歌《爱情值日新》，获索爆人妻谢安琪担任 MV 女主角。阿迪保琪有得又拖又揽，搞到队长肥仔好葡萄啊！觉得唔够深刻咯，我好羡慕迪哥可以拖手咯。咁我冇呢个机会，我觉得我蚀咗咯。从来都冇争取过嘅呢个拖手。我记得系因为去到现场啦，我哋喺试位嘅时候啊。跟住阿 K 系主动递起只手，佢好似示意我你可以拖噶，即系为即系佢知道个画面个场面浪漫啲、sweet 啲，佢就知道我男仔尴尬咧，唔敢牵女仔先嘛。咁佢阿 K 又主动提递，即系同我讲话，诶，你即系你可以递起我只手噶咁样。咁导演亦都觉得，喂，哇，好 sweet 啊，递起只手，好啊，好啊咁样。哇，屈机啊！如果唔系我点敢掂佢啊？阿聪哥喺度噶嘛？咁多喺度咁樣，一拳就可以打暈我。保琪你犀利啲喎，人哋攬住你喎，冇爭取喎，即係導演叫阿 K 又 OK 咁樣，就即係我真係演好個角色啫喎。我呢啲講真啦，即係娛樂圈熬底瘦，我唔敢咁做啲咩啊，我都係做好份工嘅啫。新歌獲何炳信同埋黃偉文兩位樂壇創作猛人聯手打造。原來何炳信兩年前已經睇中 ERA 噶啦。何炳咧就係開頭咧，我哋經理人阿西咧，佢有一次同我哋講話，喂，何炳話好想同我哋四個 jam 一 jam 玩一玩喎，跟住有冇興趣啊？佢哋話 OK 喎，跟住後屘我哋就開始有呢個 demo 啦，就揾邊個填詞好咧，跟住我哋見到哇，邊個個個都玩玩，我哋有時候揾歪文，跟住就揾咗歪文。何炳揾我哋咧，其實係喺做星二嘅決賽同我哋同阿劑講嘅，話想幫我哋一齊合作咁樣。我哋都係打編字嘅，但係冇千字咯，幾百百零字都有嘅應該，純粹百零字去話俾佢知究竟我哋想個歌曲走咩方向啊，想做啲咩嘢啊咁樣咯，係啊。Wyman 就真係即刻即係 pitch 咗條橋個方向俾我哋，同埋本身首歌唔係叫愛情值日新嘅。我挺喜歡舊名的，首歌本身叫1234的，是啊。不是啊，他還有一個名字更厲害一點，他的名字叫七船斬，有個叫。整首歌都很貼切，全部都很驚人，一聽到都真的無管道，所以很喜歡。因為錄就自己喜歡，所以就錄了，是啊。有些歌你不喜歡，沒有的。都喜歡，不過這首特別喜歡。太多彩蛋給你，我第一次看完份詞，首先份詞是很多年失傳的手稿來的，是啊，即何炳都很開心，他說他都做了音樂這麼久，已經很過了一段時間沒收過那些手稿，很正，很有紀念價值，很有意義，樣很懷舊。那再我自己最喜歡是幾個隻船員服你一起，還有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, 跟住之後一路繼續問 Five Day, Saturday, Sunday, 即那個鋪排我很喜歡這一段，星期一誰陪你啊，星期二誰陪你啊，這樣我覺得很表達到我們本身想表達的東西，他在暗間攝一兩句已經是很有畫面很有故事的，所以整首歌的歌詞本身已經很有 MV 畫面，每首歌對每個人都不同的解讀，其實我們每個 fans 都解讀這首歌都不同的，但是說真的寫給 fans 啊、愛人啊、還是家人，但是一首情歌最突然是你可以用你的處境去代入到不同的 case 那裡，一首歌可以有100個解讀方法都可以，如果 fans 可以這樣解讀到，我們當然開心，這首歌都應該是為了我們喜歡的人而寫，我們喜歡的人就是我們的 fans。 愛情值日新反映理想MV 上架12日已经有100万点击啦， ERA 会不会推出延续篇呢？同埋几时开 show 啊？又暂时真系未有呢一个谂法，不过都好似有几唔错嘅谂法，出个暗黑版嘅爱情值日新，成个 EP 咁样概念碟，爱情值日新啊！哇，你做到咗，即系呢个就得正字，直咁嘅正爱情正字。不嬲都有計劃嘅，但係我哋永遠都係即係嚟到嘅時候就會嚟嘅啦。咁有啲嘢都係所有都係天跌落嚟嘅。